台湾 YouTuber 九 Man 以及网红雷拉汤与夫妇，六日被爆出因持有大麻遭到警方逮捕的消息。据悉，新北市地检署日前接获线报指出，知名网红疑似涉毒，警方深入调查后，于六日上午分别前往雷拉夫妇位于中和的住家，以及九 Man 位于新庄的住家，皆搜出大麻，因此将三人送至新北检。九 Man 供称大麻是在网络购买的，而雷拉则称在泰国购入烟斗，不知道怎么会带回台湾。稍早三人都已经无保请回，九 Man 也透过粉专发出律师声明，透露他积极配合调查后，目前已经平安返家。除了感谢大众的关心，也很抱歉造成社会纷扰，但基于刑事侦查不公开原则，无法透露更多细节。对此，歌手谢和弦立刻发文，并标记九 Man 喊话，可以找自己拍摄，评价与奢华大麻对决，强调他们以后都是自己人，力挺九 Man 雷拉。Bye.